看多多。小丑，小朋友和多多一起画一个有趣的小丑吧。我们先画出圆圆的脸，还有小丑标志性的眼睛和鼻子，然后用弧线画出搞怪又好玩的小丑帽。接下来用直线画出袖子和上衣，加上两只小手。之后画一个小蝴蝶结，加上头发，最后再画一个大大的长方形，在中间加上小问号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。我们先用肉色为小丑的脸和手掌上色，然后用鲜艳的红色为鼻子、嘴巴和头发上色。接下来用蓝色的笔画几个小圆圈，再为小丑帽涂上蓝色。用黄色为帽子的边缘上色。之后用红色为蝴蝶结和小细节上色。将小丑的上衣分别涂上绿色和蓝色。最后再用黄色为小箱子上色。哇哦，一个从礼物盒里探出脑袋的小丑画好啦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后面有详细的步骤图，你可以跟着多多再练习一遍哦。下一期视频中，多多会和你一起画一只可爱的打伞小兔。小朋友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